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实操聚焦》。滴滴成了闷闷儿，哎，滴滴成了闷闷儿。柳青，他爸爸柳传志，那是改革初期的神神奇式人物。柳传志的经历了他们同一辈的人，当时八九六四啊，叫什么万润海啊，就是当时的，这当时的这个这个啊，海淀路的四大。 京海联想还有哪儿来的？四方是叫四方啊？那在经历过八九六四之后，好像只剩下联联想了，京海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柳传志呢，就就成为了在经历过八九六四之后为党服务的人。结果他女儿呢就滴滴了，他女儿一滴滴呢，共产党呢，然后滴滴觉得自己有父辈的撑腰嘛。 所以这些人，这些人都是人物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并没有品尝过共产党真正的多么的凶狠。那柳传志在经历过八九六四之后，他以他的方式去表达，也博得了一个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感，仅此而已。但他们却……那我想说，八九六四也好，九九年对信仰者的迫害也好，你记住，那都是共产党对民众的迫害，是不是？ 对普通人的迫害，在对普通人的彻迫害的过程中，有些人赚钱了，赚了大钱了，所以他们歌颂党，赞扬党，对吧？歌颂党，赞扬党，肯定共产党的领导。后来人家共产党就让你啃一个腚、两个腚、三个腚，让你嘴里只剩下腚，只剩下腚，这事儿就不好办。屁，他会放屁的，所以他一放屁就成了闷闷了。